小油库玩。这个是豌豆射手的微信，你加一下。谢谢你又帮我介绍男朋友，谁让我们是好姐妹呢？你别忘了早点约他见个面。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哦，他居然主动约我见面了，终于要见面了，快告诉金盏花去。金盏花，我和豌豆射手约好见面了。这么快啊？你们是看电影还是吃大餐？我约了他在高尔夫球场见面。为什么约在那里呀？第一，那里是大庭广众；第二，那里是光天化日；第三，我手里拿着高尔夫球杆呢。你到底是约会还是约架啊？约球场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